厨房的小姨妈来喽！看我们用心、用心再用心做出来的火焰山。那么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。品尝的时候我刚刚思考了一下，上面这个最小让我儿子吃，下面这个最大让我老公吃，我是夹在中间这个美丽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动啦！我先尝尝好不好吃哦？先尝尝这里。哎呦，有一种番茄炒蛋的感觉，有没有发现？黄色和红色就像番茄炒蛋一样。奶油真的好好喝呀！我吃一口蛋糕，吃这块。哎，你们猜猜我做的蛋糕有没有夹心儿？其实不用你们猜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做的蛋糕一般没有夹心儿，因为我把蛋糕原汁原味做的很好吃。哇哦，掀起来一块尝尝。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迪化那叫 very good， 要吃的。那么一会儿我端给我儿子和我老公，跟我一起共享美味。宝贝们，你们想不想吃呢？哦，然后好硬了。哦，谁把我的棉花糖给我漏风筝了，居然给硬掉了。硬掉之后跟那个泡泡好的感觉很像，要嚼好长时间。那我们再尝一口，尝这口好不好吃？哎呦，还非想把人家藕断丝连，把上面的带起来，上面是要留给我儿子的。好吃，关注我，你说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